婉儿婚后想生一队足球队。在剧集《姜》入面饰演李思雅的婉儿，日前就出席无线六月星辰生日会，即将踏入29岁的她扬言想30岁之前结婚，更坦言有发展中的对象啊。如果可以的话30岁之前啊，梗系有机会的。现在发展中的，是啊。拍了多久的？都一段时间啦。佢生日求婚啊？咁又冇咁快嘅，咁但系都想30岁之前啊，系。此外，婉儿又表示早啲结婚可以早啲生 B， 更笑言若果生到好似马家豪咁可爱，即使生满一个足球场都冇问题。早啲结婚可以早啲生啫，生啊，系啊，生咗一个，我生咗一个啊，生咗足球队好唔好啊？生马家豪咁好啊？哇！如果生到好似家豪咁得意嘅话，真系成个球场咁多都唔得。